飛機嘅燃料咧，我哋稱為航空煤油。咁佢係用 Jet A1， 咁 Jet A1 係有別於一般市面上機動車輛用嘅燃料。咁一般機動車輛用嘅係電油或者油渣啦。咁而 Jet A1 佢嘅性質有啲似火水，而佢嘅特性咧就係喺平時佢唔會釋放出可燃性嘅揮發物，唔似電油一點就著，佢係點唔著嘅。如果你唔經過加熱同埋加壓，令到佢霧化，是不會點著的，咁所以相對嚟講係比較安全。大家好，我叫趙俊偉，我所屬嘅部門係民航局飛行事務廳。咁工作範疇方面咧，主要係航空公司嘅維修部分啦。佢哋每一間航空公司咁亦都有一個維修部門。咁如果唔係維修部門咧，咁亦都有一啲維修機構幫你做一啲日常飛機或者直升機維修嘅動作嘅。而我哋會對於航空公司嘅維修系統作出一個審批同埋持續監察，而對於一啲民航局批准嘅航器維修機構，亦都會定期作出監察。咁同大家介紹一下咧，我依家就檢查緊呢本叫做《飛機維修大綱》，其實兩本加埋先至叫一本。總數大概5000多條啦，咁我哋日常工作就要一條一條去對，如果冇問題就會作出一個批准。咁批准咗之後咧，航空公司就會跟住呢本批准嘅飛機維修大綱，對飛機作出一個定期嘅檢查。咁我哋日常工作其實好多時會面對嘅都係咁大本嘅書啦，咁大本嘅文件係要做一個檢查嘅。在我哋檢查完文件工作之後咧，咁我哋都要對飛機作出一個檢查嘅。咁我就帶大家去機場睇睇我哋嘅工作情況啦。其實成架飛機嚟講咧，我哋都係咁著重嘅，唔會話引擎我著重啲啊，係唔會嘅。甚至乎每一粒螺絲，我哋都會係咁著重嘅。依家我哋嚟檢查呢個起落架，咁啊俗稱叫飛機腳，咁就先睇睇個條胎，睇下個胎紋深唔深。咁當然冇話變咗光頭胎啦。咁另外再睇下起落架各部分會唔會有漏油嘅情況出現。繼而咧就睇下個剎車，一般嚟計私家車比較難睇，剩翻幾多剎車。咁而飛機係易睇嘅，睇下支針就知啦。當佢完全睇唔到呢個顯示器嘅時候，已經係失效嘅。有問題咧，我哋就會記低佢，然之後交翻俾航空公司，等佢作出處理。喺現時咧，科技不斷進步，先進嘅飛機設備令到飛機嘅安全系數越嚟越高。大部分嘅故障隱患咧，都會通過定期檢查被發現同埋處理嘅。咁但係再完善仔細嘅檢查，亦都唔能夠確保飛機100%唔會出現故障。如果當飛機突然出現故障嘅話，維修工程師就會進行對故障嘅分析，希望盡快將故障排除。整個排除故障嘅過程係需要一定嘅時間，可能會對航班造成一定嘅延誤。我哋希望乘客能夠給予忍讓，始終安全感運載乘客先係最重要嘅。大家平時搭飛機嘅時候咧，特別係夜晚咧，可能會發覺飛機起降嘅時候，空中服務員咧係會盡量將客艙入邊嘅光線調暗嘅。咁咁樣做嘅目的咧，其實係為咗令乘客可以適應到出邊黑暗嘅夜晚啦。咁發生意外嘅時候咧，乘客嘅眼睛咧可以更加快速地適應出邊嘅光線嘅。咁另外咧，飛機起降嘅時候咧，空中服務員一般咧都會提醒乘客就係打開遮光板。其實咁樣嘅做法嘅目的咧，就係為咗令到乘客咧可以觀察得到機外嘅情況啦。如果乘客發現異樣的話咧，係可以及時地話俾空中服務員聽啦。空中服務員再會警告俾駕駛艙入邊嘅飛行員聽，咁啊，佢哋可以採取啲相應嘅措施嘅。